24号上午，前市长游淑珍在庆丰市场管委会的主委赖志明见证下，开启直播网路，为春节期间举办的缤纷吉安和乐融融回娘家活动来抽出有113份大奖好礼，而乡公所也会陆续派人打电话联络幸运的得主，而详细的资讯呢，民众可以上吉安乡公所的脸书来查询。农历春节期间，吉安乡公所办理的缤纷吉安和乐融融回娘家活动，吸引不少全国各地游客与在地乡亲到访吉安各地景点拍照打卡，参加摸彩。而在24号上午，吉安乡长游淑珍也在庆丰市场管理委员会主委赖志明的见证下，开启网络直播，抽出总计113份的大奖好礼。荣耀迎新年，和乐融融回娘家。从过年的初二到初五，吉安好客艺术村无限的精彩乐活，充满了亲子的笑声。在这4天里面，我们拍照、上网、打卡、发金币。今天是元宵节，更要带来这连假期间，在其中参与我们活动的摸彩礼物。我们有2台的55寸电视机，10台的双门小冰箱，以及共购组合而成非常精美的礼物，要在113年创造了113项的礼物分享给大家。祝大家新的一年，大家拢好，拢快乐，拢精彩，拢吃饱里健康，阖家平安。摸精彩，来吉安好客艺术村以外，更享有365天未来天天的精彩，欢迎大家来探索吉安。直播过程惊喜连连，游淑珍也感谢乡亲好朋友们在新年期间选择到吉安走村游玩。他表示，公所未来除了会不定时推出更有趣的活动外，也将持续开启创新深具特色的景点，欢迎更多旅客前往吉安探索幸福美好。记者徐立勤，吉安乡报道。